来信请寄香港中环邮政总局信箱1621号，您也可以电邮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@smzg.org。 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圣经朗读，生命记23章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